面临到一个失分的危机，但是也被吴承轩的化解掉。这球游击方向的一个反弹球，那在投球的同时啊，场边也都有投手在做一点准备，就是说击中率是非常高了，哦，因为三振的情形比较少。游击手把这个球接到，他传向一垒，制造了第二个出局数。啊，这个球看似简单哈，但是这个处理哦，蔡明姐是非常有经验哦。他第一时间移动三步两三步之后呢，抓稳之后然后再做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传球哈。这是美国大联盟文化开始的哈。这球打到了游击的方向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一垒，将王仁豪呢给刺杀。三振了甘明彦之后，现在又哦，哇，这个球游击手 nice play， 哇，传一垒没有问题，哇，精彩的一个守备，蔡明觉，这个球接的是相当的有水准，来看一下，眼见要穿越的哈，是，那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往这个一垒传的时候传的不够远啊，不过一垒手这个补接呢，哇，接的也都是超水准的一个补接的一个表演。三次打击当中呢，有一支两分炮，这个球又被游击手给拦住，接到之后传一垒，哦，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。七局打完之后，3-4，目前重阳还是一分落后。这个板凳上，就这个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不妙了，传向二垒，最后还是结束了这一个半局。虽然重越还是不放弃全力的反攻，只追回了一分，但中场在第三战呢，台中运动家队还是以8-4，在三战两胜制的复赛当中呢，取得了第二胜，也恭喜他们能够打进到这一次的冠军战。